罗佩颖的厨房规划，詹维忠赞叹不已。徐小超，你要是面对窗户的话，不好，关起来。对，说一般人开后阳台会遇到你的冷气机的主机像刀一样开门见刀，而且很技巧的是，衣服都不会挂在门前，开门不见鬼衣裳。罗姐真的是风水界的达人中的达人。